欢迎收看水电爸爸。大家好，我又来啊。阿文爸，嘿，你今仔讲要带我看啥物物件？哦，因为咱最近有做迄个热水炉、瓦斯热水器的评测，大家有当留言中间讲吼，最近天气愈来愈冷，家属真正有够伤、有够贵的啦。有的人是讲用电炉啊，不过电炉的薪金啊吼，电钱若要寒人家要烧烧哦，电钱阁有够贵的。今仔要带各位来看，看讲。阿免加数，阿嘛免用电，逐天互你烧火，暗时啊咧洗，搁洗甲烧烫烫，看偌好用。要看进程，会去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铃铛 ，Let's go！ 好，咱进来到现场，咱来看卖，看这是啥物情形？啥物物件？免食电，搁免食拉丝。你有看，这台嘛有做热水炉，哼，迄台啥物物件？这台的先哦，就是咱若较增加所在有茶汤啊烧的，咱安装落去的时，同款公路同款安尼配，同款有冷水管，有烧水管配合好。暗时啊，若要洗久进前，会记得像这有茶，这茶哦，你啊甲掀两落啊，逐工烧水就烧烫烫，所以唔免电，嘛唔免加数，佫唔免靠日头晒。咱只要三支茶就烧烫烫啊！所以啊，要装的人啊留言一下。就会啦，有物件要装的人会使留言啦，这真啊袂歹用。阮前下迄口吼，一定无咧用啊！真吼，找着这个你看头家用咧帮咱试验，互咱看。嗯。你讲这下用茶用薄薄啊，落去点哦。薄薄啊，嘿，啊落去点，落去起啊。你这茶较快哦，小可交叉无，啊伊较有迄个空间出来，伊个火较袂化呀。啊，像咱这若遐一个，咱茶用洗偌久啊？你啊伊迄落看你寒人啊热人哦，寒人可能爱烧较烧头七八十度。哦，七八十度。嗯。啊，遐贵哦。因为阮翁有咧浸嘛。哦。伊个一个木桶无？伊逐工拢会遮钱嘛？安尼哦，嘿，啊甲流过安尼。啊，这炒一路茶、两路茶就有啊。无。你若迄落寒人个茶会较香，因为你遐遐较温度遐较悬嘛。啊，你若热人差不多40度、50度，你就感觉足新鲜去啊。啊，这有当时也袂遐，到超过100度诶。无啦，袂使啦，袂使，七八十度上好啊。啊，你捌洗干无水无啦？无烧水无啦？对啊，落布就无水啊！你这个温度一直降落来无，就一直无啊！啊，咱若温度升高，就茶一定要退掉。你就卖搁遐，你若差不多头尾几十度就好啊。是哦，哦，看咱要熬几久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哦，你若寒人哦，你袂晓讲要十度，几点钟的啦？我来几点钟啊？唔是二十分钟就好啦。无啦，你加几个分钟啊得。不可能啦。所以即马咧起落来，等伊开起，咱开始加茶安尼嘛。咱啊，倒起咱就去落茶安尼哦。你就爱加较侪茶，较高诶茶。有可能，你阮阿妹遐一生诶哦，都遐几点钟诶啊个。哦。阮这个忙茶，阮这遐这茶拢用食。安尼哦。我朋友咧个用食。我想讲这安尼，咱也免食电，也嘛免。食较舒啊，咱都有茶汤啊，叫足方便啊。啊，过来就拿刀啊，咱就是过行较严的。你若要烧这个，你明仔载若要洗嘴，我弄到一条叫做。里面内底。因为疫情啊，要洗面。嘿。啊，无人拎耳机啊。算咱下晡时啊，甲行啊，早时啊，搁有烧。哎，烧咯。我有啊，保温嘛足好呢吼。哎，昨吼，咱用迄个茶咯，啊，找无所在通啊，实际咧行啊，先啊好加载。拜托这个两亿的头家吼，了当的甲咱倒找迄朋友拄啊有茶咯。实际咧行，啊，咱才有这个机会做实际的物件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感谢你。啊，咱今咱来看一下，这台要哪使用的？重点的是，伊这只炉啊，本身哦，伊出两边啦，这有一个，啊，这有一个，好有无？啊，这个就和咱电炉同款的。有当时啊，咱若要清洗、要清洁的时，即个用拔互开。哦，啊，这边只就是入水。哦，啊，入水的时哦，这冷水无，冷水伫遮，安尼只入来。啊，入来的时你啊做一个逆止滑。啊，这个水翁啊，这个接近若无做的时阵吼，你会哪样？水会烧水塔去。唔是安尼，咱就来讲起，因为咱的水塔较悬，啊，伊即摆一直走的时，咱也较行落去，伊就会走遐去。啊，只咱有看这个走门，有只一空这有门啊，这就是咱若要行的时，咱遐查到，安尼甲放着点哦倒。啊，这若倒头五分钟就作烧啊，就开始一直烧起来啊。啊，规家伙在洗的时，像这安尼，若遐两路就拢洗袂。
完。咱看顶啊，遮，顶啊顶啊，遮同款有两空，遮有两空的时，遮一个排气阀，足重要，这个排气阀足重要的，千千万万唔能去学排气。派去绝对爱换，因为咱若咧行温度若高的时，像蒸汽的时，伊会膨胀；伊若无排气的时，即几只会爆炸。哎，唔排烟就好啊。无排烟的就啥？哦，伊是惊伊的水滚开，要有排气的。嘿，因为有当时咱行，咱即无法度去控制伊的温度，啊，咱若行了伤烧的时，即、這个空气伊的蒸汽一定要排出。即、這个若派去的时，有当即膨胀；啊，若等下冷去的时，规粒要缩去。我捌看过，嘿，啊，再来这边遮，像这个就是烧水，有啊，这细节伊这烧水会出水。咱若兴烧，不管啥物炉啊，伊的烧水它是往上冲，所以伊的烧水出水就伫遮。下下冷的遐就烧往上，往上的时候，伊即马出来伊有做三通，三通这条软管就是楼顶的浴室咧用的，啊，楼卡再搁一条软管，这条就是咱楼卡便所浴室咧用的，再搁有看到这个有无？一个屋顶安尼有无？这就是烟筒管，咱来插下落去，伊个吐烟会安怎出来？用这个像屋顶这个有无？这个是预防讲若落雨啊天，咱咧行的时候水莫直接流落去，将咱会破坏性。破花去，啊，所以伊这台伊的构造就是安尼先。吓、啊，今仔看这要怎啊？我、哦、是安尼啦，咱即卖吼过去吼、哦，这茶拢有地扣啦，啊，即卖愈来愈无地扣啦。啊，搁一方面就是这阿嬷原来顶无伫个啊，啊，少年的吼、哦、做工课啦，暗时啊搁加班定啊伤过暗，所以今仔来遮咱茶路尾啊改做电炉咧用啦。啊，伊原底内底嘛一只热水炉啊，有家属会咧用啊，啊，不过我甲讲唔通用啊，迄用会出大代志啊。咱礼拜。甲看下者，看是安怎，我会甲建议讲用电炉。嗯。哇！你看，啊，有精彩哦。哪边呢？因这就是吼，有当时啊，若寒人，啊，若捡无柴的时阵吼，因就用瓦斯炉来用。啊，较早咱瓦斯炉咧装的时吼，咱无去强制硬性规定讲，即款屋外是袂用装咧室内。所以用安尼的时阵，主家叫我来用的时，讲只要搁装瓦斯炉，讲唔通啦。咱规期用电炉的时嘛较安全。规个拢无通风安尼。哎，嘛捌烧过啊，因为瓦斯点无夹缝一个有无？迄顶啊，拢油安尼，真正足危险的啊！这是油的吗？迄油气啊，差一丝仔就倒起来啊，好运也无倒起来。什么油？无，迄油气伊进前捌放一下，因为只厨房咧煮啊，伤油安尼放一下。嗯。啊，所以主家咧讲的时，我讲袂啦，因为你若要用强制排气的时阵，咱来洗干。啊，咱后壁都有空间，所以我含主家讨论结果是讲用电炉的时哦，因较方便嘛，较安全。啊，咱阁有要甲做电视的，哦，伊若时间到较落行，时间我唔免食电，安嘛是足方便。所以含主家踏之好的时，即个确定要用电炉，无要用瓦斯的。啊，伊这本也要翕伊个啥物型的，结果从来拢无写，规台变安尼。边仔的标识嘛，写袂清楚。哦，这只还有二三十吨的物件啊。嗯。啊，这较等下我有咧想说要甲拆掉迄啥个，较袂安看足恐怖，像用咧爆炸安尼。大家好，我的线上课程从12月1号到1月6号要开始募资啊，从1月6号进前都可以用上优惠的价格买到。嗯，啊，若贵就无啊嘿。无同款路，只是讲后壁买的课程就无法度用优惠价格买到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因为阮这个基础课程的成本会安尼非常非常基础的水电，吼啊，甲 DIY 的实做部分，慢慢一项一项有系统的来甲咱教，内底有包括。像这插座，若有几啊册，还是有插座要安怎配线的部分，阮会甲恁解说，会甲恁教。搁一部分就是咱洗面盆啊，逐工用到的，伊的落水头，不管是反转的、弹跳的，或是拉杆式的，这一项一项，阮会实际操作，啊，搁甲恁解说，教恁安怎修理安尼。啊，大家嘛免烦恼，线上课程买了后，看一摆就无人看，伊这毋是直播哦。买了你也拄到问题，会当摕出来看，啊，看你要看几摆，这课程拢袂。啊，就像咱咧看册同款，咱若拄着问题，咱会用紧张起来看，啊，就家己用个 DIY 会用修理啊。啊，王爸佫感觉咱即届课程内容，即、這个介绍伤俗去。嘿，因为要教这个时，第一吼，阮爱学足久，啊，佫准备足侪物件啦。好同时啊，会是咱若真正去拄着问题，爱疑难杂症，咱也爱加修理几摆。讲真个，迄、那个价值性就超过遐。啊，咱即摆工作服务时间就到遮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
啊，真咱要换水路的时吼，咱即嘛即头啊水啊先关起来，啊较落去跳，啊无较等下就做水灾啊。安尼你老是毋足慢，嗯，咱顶下佫开哦，开予伊，莫讲真空状况，安尼就较紧。我即个放互开咧。哦，透气安尼。嘿嘿，空气无对流，身体流足慢哦，你看哦。嗯。啊，变足紧啊哦。唔管哪有透气状的意思。系啊，你无排气的身体，像咱咧讲，无排气出袂出的。啊，是再讲拢袂通同款意思啊！啊，即个排气也变上去啊。来啊，咱即水漏掉无？嗯。只顶啊，即个同款甲拆落开。嗯，我只啊。大力士。哦，再来要来清清，要来改电路啊！伊会甲全部火火炭迄种火，吓、啊，即拢烧掉迄个火符。嗯，吓、嗯。阿进吼，阮控制箱啊，要先做伙食，伊即风水的，落雨天就袂去淋着。像这有哦，因为伊这个有穿铁纱哦。阮虽然用电缆线，但是佫甲配讲做一个保护，保护伊安全，较袂讲电线去互引起安尼。因为这日头咧晒，温度会较高。我最先甲接无好，啊，较等下入水啊，电甲佫紧过来接安尼。这较上本。啥物件？伊这皮肤管咧用个零件，所以用这较成本，有诶是用铝个较紧啊，软管较俗啊，啊这较贵。要用铝个嘛是会动。会啊，用铝个嘛是会动啊。你要做这足侪方法拢会动啊。会啊，咱来用像这着用铝个，有啊，这软管这用铝个。看家己命怎用。啊，我用这是穿插式个。你想要不爱用铝个？我铝个零件炸袂得，所以我着用穿插。嗯。这机车安尼哦，伤过长，我若这个杠要拗的时吼，得拗安尼起来，较安尼来，足歹看，有人透风。啊，所以我从这个甲绑落起来，我这个头啊，甲换做这个直接用安尼做，我较大一路线来，安就袂遐长啊嘛，较水。嗯。咱这穿插式的吼，伊个软管有无？伊这外口皮有保温，啊，若无拔个时，这插袂落。像咱这有这个零件插袂落，啊，着爱拔这个头啊插落去，较靠这个拔紧。伊这内底有橡胶垫片，落去锁，甲锁会条。啊，若像这无拔个时，你看这安尼插插袂，啊，若拔好啊，这安尼插入去。啊，这马力要足注意的呢，一定要加起来。有啊，这马力也无加起来，垫片会去要用拍的。
啊，阵水管接好啊，要先开水试看下会流袂流。即嘛，咱水开啊有无？安尼子，我先来开一下。有安尼，确定咧入水啊。啊，阵只用好的时，我来先来接电啊，较大，较过来试电。吼、哦，啊，阮阵拢总用好啊，啊，电嘛拢接好啊。啊，头前的箱啊，吼，因为箱过久，较大，爱搁改。啊，咱阵嘛先来试一下，我先用只有电无电。220，嗯，遐一定切手动的，所以开起尔直接就咧行。啊，咱看有咧倒无？无咧倒。嗯，迄毋是咱装了毋对啦。我遮的漏电不咧，甲袂塞起哩啦。嘿，来，我来甲看一下，我先塞落去哩。嘿，有啊，有倒啊。来，你看嘛，安尼有咧倒啊。唔嘛，看袂太出，看无啥出来诶。好，无要紧，咱来量一下电流就知啊。遮电个量，伊个电流量来20，遮有20有无？啊，所以代表阵一定咧加热啦。安尼，咱今仔日安装就测试完成。啊，咱今仔日换电炉就到遮啊。啊，较等下内底吼要搁用电箱咧，啊，遮较早要搁做一个收尾。拜拜。哦，你看，啊，这工二二六六啊，这真正波动啊，四五十吨的物件，尤其中向这嘛安遮过，啊，我较早要搁继续改这卡。